Yo， 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你知不知道编排时间表真的很辛苦，苦苦苦苦，眼睛盯着电脑屏幕，电脑屏幕精打细算每一班、每一科、每一节、每分每秒。Yo， 编排时间表造成眼睛很累，很痛痛痛，要顾及五十班一百百百位老师，结束调整又调整，时间分配又分配，编排的工作从不停步，停停停停。Yo， 时间表编排真的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像拼图一样，每块都得合适，是是是是。时间表有小小小问题，就得重新排，重新排，一天只能四科，又不能连续四四四四节。Yo， 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你知不知道眼睛一直盯盯盯。盯着电脑屏幕，视力体重下降又难忍，头痛痛痛痛，但我不能放弃，为了学生一定要坚持。Yo， 我不要你的感激，更不要你的鼓励，我只想闭上眼睛躺着休息，玩下手机，编排学校时间表真的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但我不能放弃，为了学生一定要坚持下去。Yo， 我好想休息，这是我的假期，我的假期，我好想看戏，我不能放弃，不能放弃，我好想玩手机，编排不可以停，不可以停，我好想闭上眼睛，担心被噩梦吓醒。Yo， 老师们同学们没关系，这是我的使命，为了学校，为了学生，我会继续努力坚持下去，去去去。